随着强冷空气的南下，温度开始逐渐的下滑，到了明天的晚上的低温部分，在这中部以北可就掉到13度。呀呼！想想你不懂，掉落另一个时空，在哪里你不用提心吊胆的生活。曾听说时间消失在某个角落，在哪里不存在无谓的是非对错。所有烦恼全部消失。